赤酸眼，跟我出生的地方的同一个名字的寺庙。在地人称呼这个赤酸眼为盐嘛，跟我们家乡的称呼是一样的，它是一个昵称，就是属于自己的地方。盐这个字在《说文解字》里面就是山边的寺庙，它旁边赤酸眼寺庙旁边还有一个赤酸眼宝塔，就是奉先人的骨灰的地方。在过去是一个地藏宝塔，都是宝塔，很幽静的地方。在门口还有一个水，很幽静，不会打扰到先人。